大家好，这里是天阳玄机啊。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进行关注啊。我们看这个财线呢、非常的伸长直啊，这个财运非常好啊。小指根部或者无名指根部有这种竖线或者直线啊，这种呢就是在叫这个财运线呢，代表财运方面的这个一些能力啊。财运线如果是比较伸直有力，甚至有这种出现多条的情况下，代表财运非常的好啊，这是财运线。太阳丘隆起饱满有力啊，太阳丘是在无名指根部下方啊，这个是代表这个名望和财富的啊。太阳丘隆起饱满是很有赚钱的才能，这个财运上也是有一些横财啊，可能可以存得住钱。男性的财运好，女性的话就容易嫁给有钱的老公，属于富贵的首相之一啊。这是从掌型来看，这个特别是男性这个太阳丘饱满，再加上有一条太阳线的话啊，容易在这个有一身技艺啊，凭借这个技艺呢，在行业当中这个获得名望。这个我们看这个手掌厚实啊，这个根基非常的好，而且呢在这个事业线也是清晰直上，三线清晰伸长啊，福禄寿三宫高凸明锐啊，这就是一种富贵的象征。三宫啊代表社会地位家庭啊，高凸的话也就是三方面都是非常的美满啊，三宫高涨啊都容易成为成功人士或者有钱人，这是三种手相特点呢、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进行关注啊。这里还是天阳玄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